眼无前十杯前道之功，昏道之功，不前人好，不前人好。
人话人讲，哎，无变是叫狗，叫狗伊是叫鸟狗，叫叫鸟狗，啊，他个鸟伊，啊，伊不鸟狗变鸟啥？咱这个代志啊吼，作者唔甘愿呢，我是代表本地一家代志。啊，这个代志也是有听讲话听啊，伊讲吼，讲以前从来不晒过，啊，晒伊是个迄个轮胎店，啊，个轮胎店吼，讲轮胎嘛破破咧啦吼，我准备打铁。我要甲摕五十块了，哎，我要摕十块，摕五十块了，我袂记。啊，去了了，伊个十块，就咱个五十块呢。啊，伊个拿伊个五十块块，拿到咱两百五十块呢，对啦。安尼啦，两个人为着迄拿十块对啦，两个人为着迄十块，花花外久呢？花钱久啦。好，啊，所以呢，伊要甲摕十块，爱是要五块互伊，安尼就对啦。好，啊，所以到尾啊，感觉吼。你个人你要争议不休啦，啊，争论不休，都有阵是得亲啦，有阵你要搭配被火灾啦，你两个是争议哪会啊？我啊不良心，啊报一个彩票，啊欠偌济钱，这个偌济的偌济，啊欠偌济钱，啊伊唔可以啊，啊伊嘛要甲伊要甲客啊，啊咱就是讲我讲，来你要伊要甲你欠偌济，你欠我，你不能欠我伊，欠我伊啦，要伊要甲客十块，你十块花，我安尼对啦吼。所以伊讲，伊要无好伊啊，怎把迄个补好诶，迄个人去怎，迄个人怎摕无好来？安尼听好，伊自己怎摕十块对方迄个补轮胎啦？按两个怎即个代志，我常常说互你听好。为着无好面，伊要甲摕无价，甲摕无好，伊唔好伊。嗯。啊，伊嘛两个人都伊嘛减价价啦，啊，你都花钱，那花袂好势。但是你在你的个心内面，讲你的五福提花，你的五福提花就是讲，伊你甲提五福，哦，迄个保轮胎平，迄五福提花啦，啊，我装提十块，你轮胎平，安咁听，啊，两个人装刷钱咧，对，啊，刷钱了，经过个规矩，那你个心哦，我那个塞轮胎去，我那个塞车，你叫货，啊，叫货当中平，迄个伊塞是滑板车，滑板车。哦，啊，伊看到伊进前甲解决代志先吼，伊本来要甲摕十块就对了，第本来要甲摕一百块下济啊，伊讲我甲你摕五十块好啦，啊你敢听？嗯。伊怎看到伊甲解决代志，咱这就进去，伊本来这台车补的，就爱一百块对不对？伊讲我甲你摕五十块好啦，啊你看嘛？有趁钱无？过去虽然讲解决代志了无好，对不对？嗯、但是伊要补一头有一百块，了后伊讲我给你欠五十块了，安就趁钱无？啊，所以什么叫做实，什么叫做戆，啊，什么叫做甘愿，什么不甘愿？所以伊就是为着无好，我做不到，大家不会好势。但是叫咱人第二天大概就了后，后底啊，迄个波轮胎迄个头家。你感謝著伊甲解決代志迄个人，所以五五分必須安那變成點票五十分，所以伊即個就是講，咱人處理代志是一個敏感，啊，因為咱人即個世界是安怎咱平日唔同款，我感覺你講話的時陣啊吼，哦，我阿丈，我占便宜啦，哦，甚至你講話的時陣得到我便宜。好、哦，所以我袂接受你这唔甘愿，是那个你好像在敲竹竿一样。啊，所以这就是呐，这是咧练咱的心底个实结，咱家己生出着迄唔甘愿的底结，迄个唔甘愿底结了生出了后，自然咱个精的精啦，精多的精啦，不能够袂甘愿，后日啊，足济后壁结唔到住，咱其他完全个放下，什么时候放下？恁今日阿婆袂好势，放袂下；爸囝袂好势，母囝袂好势，就放袂下。我唔甘愿，我今日你阿婆这样，我唔甘愿，我你今日做这个代志，我不接受。所以做成了呐，做成了，伊连做这个代志，就是伊无需要发生个代志，拢伫恁个面无底发生出来。你敢听？但是呢，你想到这个方面，就是这个方面。所以我拄则讲个，你想会误会啦，你想会误会啦，但吼。不是该我负担的，现在要想，想会误会，迄个误会就该想，迄个误
我看一个小点子就对了。哦，不过呢，现在愈想愈想，我想讲一句，有够像一杯款啊！我大和尚，我老和尚架势大，啊大法师，大法师架势大，啊老和尚脾气大，是咱这句人出来。用老话说啊，脾气不大啦，啊话话也是不大啦，先到这句话啦。就人讲，伊咧想啊，对啦，对对对，唔是真正对咱家己这个心性，但系，因为咱咧想就是咱想着咱咧失意失格，所以唔当过年丢刷相，唔当好一句。伊那个，伊讲学道之人不识心，只为将来用失心，无心结来失心，不知化作本来面。这是中刷相书讲过一句，讲学道之人。咱起来学不熟，不透熟，是一个的精神，一个的见。一年咱的熟悉，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咱的聪明，还记得善于演说。咱一年咱愈聪明，咱愈巧，代表咱愈厉害。其实你是家己愈脆弱，上个敌，上个大敌人就是家己，上个大失败就是家己。所以咱是话讲，知己知彼，咱啊必诚必信。咱怎么进行那个定义哦？咱不可能，既然那个咱不敢管，只要不敢管，我敢冒你脾气，我敢冒委屈，拢认定你的面相，我请问咱不会？迄个委屈对在生出来，这个社会人对当中，这个社会人对我委屈对不？这个社会人，迄个委屈就是对你的你的心内生出来，你叫你当我叫你不敢管，我当这个。我今日硬来用动，我这个我感觉无有这个委屈，我无感觉我这唔敢，我就无委屈。所以社会内底人讲无这个委屈，冇委屈，是因为你理解心态先错。所以咱来讲，这个心态先错的什么原因？就是你的习性，你这叫挑衅，你这永远是为了，你这永远就是为了，你这永远就是个计划，你这永远就是个。所以这个习性，所以那个他得知人不识己，将来哦，拢用习性，拢用着迄个习性，迄、那个挑衅，迄、那个引锐，这种、個、用迄个修炼方式为主，愈修愈严重，啊愈修问题愈多，啊愈修烦恼愈多，啊愈修思维愈多，因为是你用了的方法。你认识神嘛？你认识神嘛？你不认地嘛？地为将来认识神嘛？无心将来生死困难，无心将来，哦，是过去、现在、甲未来，拢以生死咧做咱个根本嘛。所以无心将来生死困难，痴人换作本来面，迄是要去痴人，是要去本来面。迄个痴人就是面地心，迄个痴人，本来面就是迄个地位，迄个本来。所以咱无专心修定，好、哦，但是听道理是真正转的，真正的改变的。今天呢，咱你只要听道理，真正有改变，有转变，那真正对你有帮助呢。你只来听道理，你若真正无改变、无转变，那对你的贡献是连个一点帮助都无呢。咱只讲是较歹听，只一支一支波，你若完全你的心灵就拢总无改变。你是用什么路用来物件？迄、那个改变就是讲，你迄个心，你听了到底动力了，就动了，真正哇，对不对？咱听，咱对一个张英武心里感觉不对。嗯。那我们必须有感觉不对，那简单嘞，咱先从个理由呢，来尝试去感觉呢，是不是咱有足够的策划，好嘛？找着足够理由，就是安怎发财，安怎安怎发财，安怎嘞？是不是嘞？嗯。但是你有接受？所以咱一定为咱家己健康，哦，咱一定为咱家己来解决了这个。所以咱永远无认错呢，你想到永远无该无该认错呢，所以问题大些些，小大些难。所以想到就是咱对咱内心中的世界，真正顿见着咱家己一种无知，咱咱家己真正无知，唔通认别人无知，爱认咱家己唔对，唔通看别人唔对。啊！你想到就辛苦嘛，但是难在无难。所以人只话讲，三科二啊，成五解。
那个改变一个咱家己迄种个坚固个性，有啥解？啥物解？因为咱当劫来当中，你叫做啥？你叫做执戒，执。所以佛陀伫经方面来讲，我上天上，众生上是遮上，迄个上遮上，迄个执戒，执着个看法，迄个哪来？迄个众生上，迄个妄想，就是咱妄想，咱生出足侪妄想，就是你个妄想个了啦，执戒，因为袂当得着了阿弥陀佛三宝三宝，因为袂当得着了无上无尽无尽法，因为袂当得着涅槃啦，袂当得着涅槃。得到你的情境，咱不管是马来超人，咱不管是马来华德，咱讲讲道理一条听，哦，啊是一条生，伊连都讲你是听道理尔，你无去道理听明白了，对你的心的内底当中，无去分辨你家己这心念，咱讲咪是安怎？哦，今日伊这些道理讲的是真好吼，什么人听不来听？啊，不害的病人听不来听啦。嗨，因为咱讲的是讲，今日我才无调好势，安尼讲调意思。咱若讲讲这个物件，较无别人来听，什么人来听？哦，什么人来改变？咱若想这个物件是因为咱对我听对我来改变，不是对别人听来改变。所以今日咱才修好多人在旁边嘛，贵气不一定是存在。最后，我就是讲。过数了吼，也阿婆啦，哦，加些辛苦了吼，就、这个过数你讲，这个阿婆去一间迄个号，迄个咱较早迄个杂货店，啊，这阿婆就去把迄个号，就我就跟他们讲，阿妹，好，我是个先生啦，来到欢迎吼，啊，早点是这个时候吼，阿爷时分啦吼，出门三点多啊，阿爷时分啦，讲很好，阿婆呢不欢迎啦。我真是啊，有当时咧讲，咱即块咧安怎安怎？迄个十块平米头家就讲，我想讲啥？你在对你的媳妇吼，爱低调一点讲话，啊，在对你媳妇吼，讲话才声音啊，哦，你两个强调，唔好你媳妇吼，来搞怪声，太拢是咧啰啰，我哪天吼，我死了，你当见我这个。我叫我的阿婶吼，我这阿婶是做对的，所以新妇吼，迄个大家听到迄个都十八个来讲一个，所以咱北京三方面新妇太袂好听，所以讲袂出来你听无？伊乡下咧暗鬼，你新妇来讲我听，拢在落落地，无你听伊咧，所以讲闭嘴啊，他都讲袂。咱头迄个大家对了，换迄个新妇来啊，迄新妇经过一个当中。他来这边吗？哦，现在关键是打电话，按两两，他打两，他三两，他两百两，他七百两，啊，我是干什么的？给这个家庭是要照顾的，啊，那对了，你找不着这个照片，那公司啥样嘛？公司有在，你忘掉了，因为你打电话是通过这个收藏哦，我们俄罗斯我这个是不在那地方，他是给他们又好不好？哦，即个迄个，哦，我来输了吼。啊，所以今天迄个目标吼，你来对你的大家，啊，你大家要看我这边好。即个心不爽，唔爱放我听。嗯。我真严的，严的了后慢慢当中吼，对了后大家唔怕笑呀嘛。啊，大家唔怕笑，我咪先来对面嘛。啊，为了即个家庭做工作。啊，即个问题咧就对，即个问题是在在从迄个啦。迄个十八个人头家啦，吼，人样讲话，啊，平时啊，别讲话，别样讲话，有影第二天坐坐迄个，啊，迄个安怎讲，讲无咧教书，无咧安怎，都加添这类，啊，加添这类，还是不乖啊，你听。所以你咱学样讲话就是讲这类，哦，啊，学样听话就是讲这类，唔通再讲个加添不好个物件。啊，所以呢，你修得好，要精进。你人性世界，你是我们性，那安尼，那叫做转心心地，那叫做转化为方便，转恶爱为方便，转痛苦为方便，安尼四年这个改造，安尼就是听领导，安对不对？对。安尼由于虽然讲对讲对了吼，啊，不懂，哎，时间。
读的稿，好，大伯伯他们有时间的哈，啊，如果恁读的，你收蛮多嘞，对不对？恁家庭现在当然好，哦，大家现在蛮开心，哦，按大家现在感觉，因为记得讲出去了，人讲不如一家门，阿来不如一家人，阿来嘞不如一家门，不是不是一家人，你当一万一家人，对。啊、所以呢，咱既然安尼，大家来感恩，大家来欢喜，听得懂不？嗯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恭喜你！哇，感谢目前慈悲钱道冲，昏道冲，但暂时一起认真。爱翔单位四月份起会发圆环，一般下回先让五行三十公里前到一公，再一公，三一公，感谢目前的慈悲之功，感谢讲师慈悲之功，昏到一公，再一公，三一公，感谢目前的慈悲之功。感谢讲师慈悲之功，一起持家，向维西拉五行三十公里前到一公，再一公，三一公，持家前任一公，持家目前任一公，持家也是一公，昏到一公，再一公，三一公，持家前任一公，持家目前任一公。十架也是一空，啊，来吧。
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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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